彰化市今晚有场送肉粽科仪，路线从大学路沿着宝山路一路延伸到139县道。住在139县附近的居民表示，平常假日晚上这条路总是热闹非凡，单车族、机车族络绎不绝，但今晚却是空无一人，就连平常出没的流浪狗也消失无踪，确实让人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氛围。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